他就是我都转念，他就是没听到这句话。我也不恨，不要恨，因为我们前世欠人家那么多，终于还清。没有欠他了，你跟他有缘，要这样想。我们要想正面的，没有所谓的欠。可是我有一点怨，就是说不要怨。让他讲出来，让他讲出来。我有一点怨，就是说我的孩子都那么像他爸爸。我的天，你这一段有讲出来是不错吧？对不对？像他才好，真的没有错，错错，你们不了解他这一段，我心里很难过。我生三个小孩，只有老二像我，他幸福快乐嫁出去了。老大、老三都像他爸爸那种不快乐的基因，变成说我们就永远的牵挂，我们永远放不下心来，对。对那种基因很可怕，真的真的，我们嫁了，这不如不嫁，就觉得妹妹那么幸福人生，他还在背着十字架，真的，没有把这个，所以为什么我让他出来？因为那种心情郁闷，然后天气又这么好，没错，感觉上人生是有盼望的。对儿女的牵挂，要懂得用祷告一次就解决。不是说我们已经没办法，没办法解决了。对，没办法解啦，真的，还好她很坚强。我们在座的女性说来都很坚强。没有，我是头脑比较简单，都放空，反正快快乐乐就好，不去烦恼了，都走出来了，呼吸到自由的空气，赶快快乐，是快乐，人生都去一半了，人生不快乐。真的，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哎，你好好的录，你好好的录。为难女人，你讲很多，不想嫁了怎么办？没有啊，我们现在也单身，我们要找。好男人啊，这样子你会跟他抢，知道吗？不会的，不会不会，有的已经嫁三次了。我朋友人跟我讲过，我说他嫁三次，那都会抢光了。下一个男人会更好，对呀对呀，下一个男人会更好。我也不能真的，有没有？我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嘛，有好男人再说了，这好男人，对啊对啊，来的就一定是好男人。我忘了穿西装，环境我告诉你，运动裤啊，我讲是呢，环境呢还。还有那个磁场会互相影响。对呀，他没有男生，男的如果没有跟到好的对象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他那个交往的朋友，他会打扮的还可以，他会日夜沉沦。这个他如果说跟到好的，他会提升。这个是巧薇的错，因为她没有讲今天单身的这么多，不然的话我就穿西装打领带。我今天也单身嘞，我今天也单身。你老公在后面会很抗议啊，有人抗议哦。一位，他今天也单身。下一位，没有啊，好，接下来请我们这个朴惠，朴惠妹妹，朴惠妹妹，她年纪比你轻啊。